Hello， 大家好，我是老宅，今天是魔形少女 Awake 流派教学第四集。第四集要来讲的是分摊流。严格说起来，分摊流不算完整流派，应该说是一种玩法，可以用来辅助其他流派，可以提升队伍的生存。那分摊流的核心呢是艾里克西亚，艾里克西亚的大招魔法结界会将我方全部角色呢进行连结，将受到的伤害 70% 分摊出去给其余角色，本身只需要承受 30% 的伤害，那这大大提升了前排的承受能力，再加上连线的队友会获得 10% 吸血能力，可以让队伍有一定程度的续战力，还会提高效果命中 25%， 针对一些仰赖效果命中的坦克就非常的好用，也可以让一些非坦克的角色有更大的发挥空间。那可以配合艾里克西亚的角色有真田幸村。真田的玩法呢，主要是仰赖大招点燃，后续8秒攻击点燃敌人会吸血，那直接靠主动攻击的效率很差，需要靠被动反割一击来连续触发反击，反击也可以触发大招的吸血效果。那原本反击的几率是 30%， 会受到效果命中的加成，虽然也可以穿效果命中高的装备，但这样的坦度就会降低一些。那再加上魔法结界的分摊伤害呢，大幅减少真田的压力，提高吸血分摊伤害，提高反击几率，可以让真田的整体性能上升。格雷豪斯的大招呢也是效果命中 Level 3，每次攻击有 5% 几率击飞敌人，再加上需要到181等开手札 10.0 才会变得很坦。那在这之前呢，坦度完全是仰赖吸血的，如果瞬间伤害太高还是有可能暴毙的，这时候如果牵线分摊伤害就会轻松很多，一样是提高吸血分摊伤害，提高击飞几率。立可的反弹伤害，立可开大招之后会嘲讽并且进入防御姿态，反弹受到的伤害 25% 回去，如果加上艾里克西亚的牵线分摊伤害呢，等于立可本身只需要受到 30% 的伤害，却可以反弹 25% 的伤害回去给敌人，大幅提升了承受伤害的时间。绿子的被动寻隙普攻或是被普攻时有 30% 几率触发，对目标追加一次攻击，并且恢复 24% 该次伤害的生命，如果敌人是冰霜状态还有 30% 几率冰冻两秒，那这个触发几率呢也是持续效果命中的，可以提升绿子在前排的续战能力。除了前排坦克之外，后排脆皮也是需要分摊伤害的，例如敌人有狩猎者或是理会这种可以直接攻击到后排脆皮的手段，那如果直接被打到很有可能就直接被秒掉，但如果有牵线分摊伤害呢，就算被打到后排也只需要承受 30% 的伤害，大大减少了后排脆皮的暴毙风险。基本上分摊流呢是可以完美融合到任何流派中，那又该如何判断什么时候要放艾里克西亚呢？教各位一个比较简单的判断标准，当你的前排坦克呢只需要再多几秒钟的时间就足够给后排输出杀掉敌人，那就可以考虑放上艾里克西亚来分摊伤害，为前排坦克多争取几秒的时间，但前提是放了艾里克西亚之后后排不会因为分摊伤害而死掉，那这个时候呢你该考虑的是输出不够高，而不是前排坦度的问题。最后一样补充分摊流的优缺点，优点是前排的坦度会大幅上升，可以大大提升前排的生存空间，以及面对狙杀后排的敌人时后排有更好的生存能力，那这是优点也是缺点。正因为后排要帮前排承受伤害，后排如果血量太少可能导致前排活下来但是后排已经死亡的情况。以上就是这次流派教学第四集的内容，希望可以帮助到新手了解这个分摊流，下一次会来讲很刺激的吸血流。如果以上内容有帮助到你的话，可以帮我点个赞跟分享影片，记得打开小铃铛才不会错过新影片通知，有什么流派相关的问题呢都可以留言给我，我是老宅，那我们就下次见咯，拜拜。